住最近吗？那你不是说最晚到吗？这合理吧？对呀、啊，就是提过离两个。那怎么没有四个？他是太暖了吧？可以吧？我想要大一点的。哎、欸，帮我打他一下。这个风，有一只手。风格对啊，你到底是想别人？还好吧，你先在那里的。没有，这边。那你要不要先走出去？我们十分钟后再出去。那刚不是广播说下降吗？那时候我就一直走那么久还没下。我听不太懂他在说什么，这很近，没关系，不重要。你有啊？客人好辛苦哦，我没有带员工证，帮我就去帮他们的。哇，八个人而已，应该是不太需要这个。只有八个人？就八个人？你怎么知道？刚刚去做鞋。对啊，我们休假还在看听讲。是有病吧。辛苦的人。我换个制服去帮他们。你有带啊？啊。哎，您太小力了。可以。感谢您。请问你刚刚去晨曦吗？对。哎，你可以再为我示范一次按错房间的样画面吗？不行，没办法，办不到。我们租了饭店的脚踏车，赞，来吃披萨咯 Go！ 有什么事哦？请问我是跟双胞胎吃饭吗？开始哦！哇，好，请吃，请吃，好吃吗？你现在，你现在怎么了？你现在，你到蓝宇就可能变禁烟模式。好，我努力。不裸机耶！对不起，可以开口先，要不下六瞬间吧。我这样可以告他。哈哈。啊。哈哈。你超多饿嘞。啊，吓死了。他刚一直跟我说要玩大老二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不是你说的吗？啊啊！
你有两笔烂的、哦，而且你有二哎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刚刚没有出这个，我是小二啊、不是有二要扣二十分。我现在很紧张，我拍一个我们很紧张的样子。谢谢。OK， 谢谢。跪拜吗？方便吗？在这里。作为女孩，发表一下心得吧。我真的要哭，我刚才已经哭过一场了。太夸张了。他刚刚不是在收拾行李，他收拾的都是眼泪。你知道你现在身上带了光芒吗？有光芒。有。自带光芒。还在感动，真的好厉害哦，不可思议。神经病，还在鞠躬。有病吧？这是落枕，能落枕吗？我们是那个，就是有跟那天定，今天就是在码头。在马好几次去车取车对不起，然后因为我们刚刚有补上飞机哦，补上那个飞机我现在10点10分到20分会到机场，我们是9，我们搭7503的飞机。谢谢。天哪，竟然要踏上这个路程，我真的感动死了。Hello Twins， 现在麻烦你上来预约。哎，小心哦 ！My God！ 呀！哎、欸，我没走斑马线，我是那个会被砍断脚的旅客，不然就是太赞。